手昏、手白点、肿瘤、手掌发白、分泌不太顺畅、白色带气、色。星塔手阵中是出现最多的颜色，几乎在任何位上均可见到，表示炎症、贫血、手凉、手汗、脾虚、压力大、肾阳虚、手热、手心汗、感冒、炎症、肝过劳、肾阴虚、手黄、缺肝、脾胃不好、便秘、手赤红脱皮、心火过旺、血热、大嗓门、直性子、手青、紫、肝问题。青色表示痛症，血液循环不良或心脏传导不良，手部青筋，有便秘现象，肠道毒素堆积过多。环指无名指反映肝胆的问题，主肩头痛，小指反映心肾的问题，主后头痛，食指反映肠胃的问题，主前头痛，中指反映心和神志的问题，主头顶痛，拇指反映肺脾的问题，主拳头痛，大拇指按下去弹起来，肾正常，弹不起来，性冷淡，四指弹不起来，气血两虚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